Bravo 冲锋战士来自未来的新伙伴，快眼剑龙有着酷酷的外表，但却十分顽皮。 幻象神影，战神引擎是幻影剑龙攻防时的特殊能力。哦，不是躲在这里吗？重爪骑龙，聪明有逻辑，是位有主见的恐龙骑兵。背后射出光波，能让敌人暂时麻痹。5秒后就会自动解除。重爪骑龙呢？刚刚还在的。更多 Hello Couple 冲锋战士最新消息，密切锁定每周6上午9点。YOYO TV 精彩出击。